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翔。虎扑11月24日讯，近日凯尔特人官方更新推特，晒出一组凯尔特人球员杰伦布朗、格兰特威廉姆斯和塔科法尔身穿最新凯尔特人城市版球衣的定妆照与球迷分享。从船子到香木地板，我们的目标永远是升起那面总冠军旗帜，凯尔特人官方在推文中写道。根据之前的报道，最新的凯尔特人城市版球衣是以凯尔特人总冠军旗帜为设计灵感，新城市版球衣将于新赛季被正式启用。2019-20赛季季后赛，杰伦布朗出场17场比赛，场均出场 39.5 分钟，得到 21.8 分、 7.5 篮板、 2.3 助攻。格兰特威廉姆斯出场17场比赛，场均出场 10.0 分钟，得到 2.8 分、 1.5 篮板、 0.4 助攻。塔科法尔出场2场比赛，场均出场 1.5 分钟，得到 1.5 分、 0.5 篮板。编辑 GOK Sun。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